香啊。鸡蛋糕那个好像也没有什么，那个算蛮临时的。没有，我们今天走一个什么闪电战，每一个来宾都是用闪电战。欠挑吧，太快了吧，下了。我们节目计划怎么改？我是渣男。哎，不是，手机联络里面有十个人，每个都有保证金有空吗？邀约陪主持。然后那个美工的那个海报永远装空一个。保证金有空吗？然后另外一个人说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要不要来主持一下？那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卖鸡蛋糕，当然、啊。那不是你退休后的梦想吗？但是我不知道拿来干嘛的时候来玩。所以已经腻了。你好快。鸡蛋糕渣男。玩了一个礼拜，腻了。传讯给他，我已经不想玩你，我已经腻了。我要去卖豆腐机。再卖一个台豆腐机，我已经跟小上海认识了，我现在不想摊贩渣男，我要卖生煎包，整个水源市场的人都恨你，每一个摊贩都被你玩过。好，所以我们队伍就分好了，先攻后攻，自己决定一下。卤蛋是一定选后攻的，他就是喜欢这么多女生，就这样子选是吧？原来是那个这么好啊，很久没有看三个动起来了，真的哎。说真的，我好像没看过卤蛋跳，就是我好像也没看过。我其实几乎没看过卤蛋动，我看它动最大幅度就是原本在前面，然后到后面变这样子。最大幅度啊，可恶啊！这样子最多就大概就这样。有，哎呦！哇塞，这个硬！哎呦，毕竟这首歌是我们四个人合作过的。卤蛋你好屌！哎，真的。很少看过卤蛋这样子哎，很赞哎！而且你们现在想象他是一个人在家里，但是我们在看他的监视计划。你们平常以为山哥很冷静，他在家里可是这么激动的哦。对了，他对了，他对了。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了。卤粉看了好几年的时光，看到这样子的卤蛋，高潮，这是他们已经看到两位生存火爆。刚刚两位已经有人说这段我要看爆了。我们高潮好几次了。卤蛋你好屌啊！这段真的很好笑，一定要去看完整版哦。那我们现在讲，大家都是啦，你上次跳什么？现在跳一个极限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不然你们两个都去跳一个极限，因为观众不是，因为观众可能也想看你跳一些极限的东西啊。我跳你就跳，然后大宇就要跳。好啊，对嘛，大家都跳个极限的啊。你不要再拿这个了，你先跳舞。你要吃吗？那跳个极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宅子让人就这边了。你先玩五分钟好不好？那正装我们节奏吗？我是叶子，锁定麦卡贝 Live 直播，你最热血沸腾的游戏频道。哦呼！哎，今天太多吃了吧？这个笑起来就是赏心悦目了。他们哪能肥宅狂吃东西的？对啊，你这不是在体现我们今天两个是前面的观众啊，完全的一致。下班下课后不知道做什么，是不是手拿着滑鼠却没有目标呢？看我的！嗨，大家好，鲨鱼，这个红色按钮订阅，给我踢对，快点订阅，你们赶快订阅，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宅照的影片，好玩。